书房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牛爷的书法，每日一字，写出乐趣。小朋友们好，牛爷爷好。又到了我们学习书法。字堂堂，好，这个大字就写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写写试试。好，这个大字呢，感觉这个撇呢有点直，可以稍微再多一点点弧度，就好一点。捺呢不要太低，往平的走一点，这样两边的空档呢会均匀一些。这个大字呢，撇可以稍短一点，现在两边的长短呢基本均匀，可以把这个撇呢稍微往左边写一点，那呢就伸展出来呢就会好一点。现在这个字呢，不要完全按照米字格的这个数走，不见得这个撇就在米字格的中线上，可以偏左一点，这样呢左边紧凑一些，右边就更好的舒展。好，大字就写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牛爷爷，我学会了，这就是大吉大利的大字。牛爷爷，我们知道了，这就是大大方方的大字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大字一横又变成横阳撇里那声正，势如剑儿大跨步，精神饱满自堂堂。